我拿一个会可以踢的足球，你看。可以踢耶！啊，可以踢哎，那我们互换，我拿那个，你拿这个。哎！哎，不是。这像这足球，你可以，你看这足球可以踢。那你可以拿吗？因为我拿了会传送。我把传送的东西给妮皮了，走，我们回家。回家。啊，这个洪水太……可以可以，我是十九磅，我可以先走。怎么可以这样？怎么了？我跟妮皮互换东西啊，他很开心啊。哈哈，快笑死！跟妮皮玩游戏真好玩。前面可能需要我。等一下，我要先回家解咒。我们连拿武器来打狐狸。不要发现。有狐狸的声音哦。在旁边而已。那敲一下你的头吗？好。怎么你的头？他头怎么了？走了。他刚他跑走了。他走了。狐狸来，我火力全开。好，那我就看狐狸在哪里。看我们，看我们。哎，好，来来来，你打他啊！救命！救！不！啊！哎，你也倒了。对。哇，他一个三杀。他死了，怎么有人死掉啦？哎，你别说意思，还敢把我错？哎，死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比自己关他的？啊，怎么有人死掉啦？哈哈哈哈哈！怎么有人死了？棕色的品种比较凶，是不是你们？你还自己把他关到跟你们一起？你比笑死！但是鸭说要出去看，鸭都没看到。我有啊，可是我刚想说我要走屋顶，然后他直接跑去找你了。我想说监视器可以看，我调监视器的时候他咬我。先让我看一下。我们都中招了。做事啊，狐狸，四杀哎、欸，那狐狸。可以再多杀一点。阿比不知道是不是卡住还是倒。巧克力泥皮。哦，还在动。阿比的。阿比在努力。狐狸。先等一下好了。狐狸又吃饱了，是不是？我只能说这个 BOW 真的很会生狐狸。一定开场有狐狸。这边有陷阱的电池、欸。那我们也可以玩。我在跟他谈过，只在阿比了。但他也是会高。这狐狸真的是饱了，是不是？怎么样？阿比好像快到了。有阿比。找到出口了，这里吗？对。睡啦，阿比。阿比有拿东西吗？这是都淹水了是吗？应该有吧。这是过得去的吗？这是在地势吗？阿比有拿东西吗？不是啊，因为看地图上的阿比是没有绿色的点点。不是有拿绿色三角形才是有拿东西。哦。藏起来就没有。这水很水，有可能它藏起来。阿比，这是派大星的声音。阿比，你还在 ？Let's play a game. Let's play again. Not to mess up.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Set. Go. Go. Simon says, "Do not stop moving. Do not stop running." 不是，不是，不是。你也太 running 了吧！不是，你也太 running 了吧，阿比。他说不可以 stop running。
当你呢，然后我就掉到水里。确实是要跑动，但你也太躁动了吧！我没从未见过如此躁动之人。他就叫你 running， 不是你就来回交互蹲跳就好了，阿比。哦，我想说我要一直跑，然后结果我忘记旁边的岩石。哦，我们恭喜第二名，还有你的 BGM 哦。你说那个很嗨的那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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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居然只有西亚存活，西亚，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那狐狸是啥？这一次狐狸是吃了泥皮就饱了，真的。嗯，他吃了泥皮就不吃我们。前面他吃啊，你们前面不是也是被他吃掉的吗？对啊，但他就还没有饱、啊，最后还是要吃你了。而且泥皮还把他回来，然后把他自己跟那个狐狸关在一起，笑死！狐狸不是拖到草丛里面才会杀的吗？我想说家里很安全。对啊，啊回不去就直接咬了。啊，还有这样子、喔？那你是有武器吧？有啊，我那时候也是要拿武器打他，结果就直接被先咬了。带你，卡卡卡，麻醉他，带太可怕的狐狸。这一张也是高几率会有废矿，我东西还好好的。那、欸、只有我没走了，跟着夏洛蒂走。这张图我已经忘记怎么到夏洛蒂走，跟着夏洛蒂走。夏洛蒂在前区啊，你看他直接走到了。啊、好会哦，夏洛蒂老师。啊，但也有那个啊，你看外面其实有更新，他之前不是，应该不是走这。哦，原来，哎、欸，这是哪里？欸、这张，哇哦，这是废矿吗？新地图，大家认真，官方新地图废矿，官方新地图。啊，看起来很大。对，我们要来找婴儿了吗？找婴儿。婴儿来，你得考婴儿。来，你得考婴儿。婴儿在废矿里对吗？非常婴儿来，可以把他当就是有怨念的小朋友。哦，哦这里好好玩哦。哦，这个好容易迷路的感觉哦。对呀、啊，这感觉很难走回去哎、欸。哦，有够之大。哼，死路看起来都不太像死路了。这对啊，这官方的这张其实做起来感觉很像模组的，嗯，很像模组地图，而且说不定有机会遇到我们新的模组怪哦，好期待哦！哦，太可怕了吧？哦，对，咖喱，那他如果遇到弹簧头可以不用怕，弹簧头有被 nerf 了。的部分是 nerf 了多少？记得就是他没办法追你太久。OK， 对，躲过几个门之类。嗯，详细我有摆着啊，想说遇到再说。我们这走超远，感觉要回不去了。嗯，我已经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了。但我不管，为了找那个爱哭包。爱哭吗？小屁孩，我死路了、欸。这种地方感觉很适合蜘蛛。哦，天哪！别说了，矿坑里面的蜘蛛。对啊，原来都超大只，跟那个什么，原来有的蜘蛛会发多大？然后我之前都很想要装一个蜘蛛模组，它就让场地有更多的蛛蜘蛛网啊，然后跟吊起来的蜘蛛的那个鸡腿。太可怕了！然后又一口就说不要，很怕蜘蛛的会疯掉。我们另外两个门有走吗？没有，没有印象，应该是没有。那就走吧，感觉我们不用每个人都开手电筒，我们可以留一下。阿比先留一下。好，每个地方都长得好像哦，天哪！它真的很深呢、欸。
这边每一弯应该是不同的路。天哪！对啊，门也都没开过，这个是不能开的。死路了吗？死路！哇，哎、欸，不是按什么啥、欸，什么都没有啊。也是蛮穷的呢。对啊，这肯定是官方，他觉得，因为毕竟东西都不给，他甚至连就是怪物的那个门都没有。没有，他肯定是觉得因为路口不好出去啊，对，这一条路，在体恤玩家们拿到东西也出不去，所以就干脆不给东西。干嘛呢？外行的。这里又是另一条，等一下直走出去。OK。阿比加油。哎、欸、，Hello， 嗯、啊。找到人了，嗨，人类了。我是爱哭泥皮，是不是？这个不能爆哎、欸。哈哎、欸，前面很大的感覺，前面还有哦，不是，左边还有门哎、欸。对，只是一个都没有。安妮皮有拿到东西吗？哎、欸，终于第一个东西。耶比！哎呦，哦，感觉可以走。哇，这是什么地方？好可怕、哦！没事，没有倒，没有倒。伸手不见五指，超恐怖的路哎、欸！超酷的，差小、欸、有东西，有东西 哦，真的，铜线吗？线之类的。没有是一直走了，没关系，我们就立志找到侧门。哇！当然，找到侧门出去也是一种方式，是没错啦。有人说这不是官方的哦？是吗？哦，是哦，我以为这是官方的、欸嗯，这看起来确实很像模组地图，嗯、因为官方的内装哪来的我不知道了。这有其他路可以走哎、欸，刚刚也有左边的哦。你说这边？哇，这个、这也是模组的，是不是？往下走吧。哦，那我们误会了，那难怪，难怪这么鸟，一定要抬走。好大街。这张地图下次抬走。哎、欸、哎、欸，这里好大哦！有东西吗？哦哦，感觉应该要是电池房才对啊。对啊，电池。阿比的手电筒留电哈，我只剩20%了。今天疯狂模组地图，这越来越像一般设施。对啊，哎、欸，这里有往上走的、欸，我想要死。我们现在有一种无限回廊的感觉。对，上面死路又没东西，往下吧。好痛苦哦！抬走，这个下次一定抬走。哎、欸，我被小凳子卡住。哎、欸，下手。哎、欸，哎、欸，我过不去、欸。哎、欸，你过去。哎、欸。这里很奇怪，我们还要蹲下才可以走，而且还没路，没路，无限矿坑哦！我想倒了，一层下线，不是啊，我们这个找不到其他出口，我们要走正规路，走不回去了、啊。不是，他这个啥东西都没有哎、欸。而且连怪都没出来。对啊。耶比。好烂哦、喔，抬走了。只有耶比可以陪我。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另一个门。刚有蛮多往左岔的路。对。然后这里有一个传送的小东西。天哪，再传真的是不知道传到一个哪里耶、欸。不然我们就先走。走到没机会。我刚刚是听到有东西在哭的声音，还是那是我听错？真的吗？我好像没听到。嗯，我有听到一点小声音，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手电筒没电了，靠你们了。还是我的给你，因为我不是走前面。没事啊，你走前面啊。来了。哎、欸，又一个往上的路吗？但刚刚往上有哎、欸，左边有门。有料吗？走得好累哦，有东西啦，有数字，
30块没用的。没路，总比没有好。已经没体力了，没精神了，走到没精神。精神耗弱。嗯。我们现在几个选择？哎，这水哦，哎，还是什么？不知道，我刚刚也是被这个吓到。小声一点。对不起，那是我的猫。哦。原来是你的猫啊！原来我是猫。以为是小宝宝，这里有瓶子吗？嗯、哦，这个，这是双手的吗？你猫也太